韩国艺人宋仲基和宋慧乔在六月二十七日宣布正在进行离婚调解，震惊亚洲演艺圈。离婚后，两人分别投入到各自的工作中。宋慧乔在出席活动时，更是画上烟熏妆，穿上性感长裙，气场看上去越来越强大。 虽然可以想象得到宋慧乔在离婚后心里一定很受伤，但她除了在宣布离婚当天回应了相关消息之外，之后就再也没有做出任何回应，令不少粉丝很担心偶像的隐忍，希望她可以越来越开心。另外，宋慧乔最近在接受某杂志访问时透露，下半年会选择休假，令网友们担心她只是要退出娱乐圈。 宋慧乔表示需要给自己留些时间，并称也许会出席活动，但不会接拍新戏。更指明年会有新的计划，但还没有完全确定。不管怎样，毕竟发生了这么大一件事，对人生的规划肯定有很大的影响。祝福宋慧乔欧尼，未来的道路走得越来越幸福了。但是粉丝们能看到欧尼的次数和机会，可能就会相应的减少了。魔方传媒综合报道。